好，来继续来看屏东东港的安泰病院，港主唔对虾，爱做莫德纳，港主做 A G， 大约有一百个人受到影响。屏东卫生局用违反医疗法，甲安泰病院罚款150,000。本案依违反医疗法第57条及行政法法，裁处院方150,000元的罚款，后续已请院方尽速完成各项的改善。卫生局今仔日收到安泰病院的检讨报告，讲会发生失误有三大原因：第一，对这个疫苗的储存甲管理无落实；第二，无来订定着管理疫苗的标准作业流程；第三，工作人员咧摕疫苗的时阵无再三来确认。啊，去予误注射的民众，到目前为止有13个人出现着头痛、头晕、规身躯酸痛的症头，其中有一个段医来观察。阿公后续也继续来观察到因身体状况。